住在圣殿里的天主是孤苦的人，有屋可住。他要将力量和权柄赐予他的子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门。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仰望你的人必蒙助佑，离开了你便一无保障，一无是处。求你广施怜悯，使我们在你的引导照顾下善用事物，得享永生。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恭读耶勒米亚先知书。上主吩咐我说，你去买一条麻袋束在腰间，但是不要浸在水里。我就照上主的话买了麻袋束在腰间。上主又告诉我说，拿你买来束在腰间的袋子，起身到幼发拉底河去，藏在岩石缝里。我就照上主的命令去了，把袋子藏在那里。过了好久，上主对我说，你到幼发拉底河去拿回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袋子。我便去了，从我藏下的地方挖出那袋子，腰带已经腐烂，毫无用处了。于是上主对我说话，上主这样说，我要照样毁灭犹大和耶路撒冷极度的高傲。这般邪恶的人民不肯听我的话，而随从自己固执的心，追随侍奉朝拜其他的神明，他们必定像这条带子一样毫无用处。带子紧贴在人的腰间，同样我也曾是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紧贴住我。上主说，他们要成为我的子民，我的荣誉，我的赞美和我的光荣，但是他们却没有听从我。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你背弃了那赐你生命的天主，你背弃了那赐你生命的天主，你背弃了那赐你生命的天主，忘记了创造你的上主。上主一见大为震怒，便把自己的子女抛弃。你背弃了那赐你生命的天主。上主说，我对他们不再眷顾，要等着看他们的结局。这实在是败坏的一代，不忠不信的子女。你背弃了那赐你生命的天主。他们以偶像激怒我，以假神激起我的怒火。我要见那不属我子民的人激怒他们，以愚昧的民族惹起他们的记恨。你背弃了那赐你生命的天主。阿肋路亚，阿肋路亚。父自愿借真理之道生了我们，使我们做他所造万物出处之果。阿肋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给群众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籽，人把它种在田里，它是各种种子里最小的，但是后来却长得比其他蔬菜都大，竟然成为一棵树，甚至天空的飞鸟也飞来在它的枝上栖息。他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酵母，
妇女拿来喝在三斗面里，直到全部发起来。耶稣用比喻对群众讲解了这一切，不用比喻就不给他们讲什么，这样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不要开口说比喻，要说出创世以来隐秘的事。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耶稣在马窦福音十三章所讲的七个比喻当中的两个比喻。那么耶稣在马窦福音十三章当中总共讲了七个比喻，是讲天国的比喻，代表天国的七个阶段。那么这里的天国，我们一再强调，不是指死后的天堂，而是指我们的教会 The Kingdom of God， 这个国家属于天主的，我们简称为天国。那么今天的福音当中，耶稣讲到了芥菜籽的比喻，芥子的比喻。那么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芥菜籽啊非常小的，在他们认识当中，这是所有种子当中最小的种子。所以犹太人说，你的心眼很小啊，小得像芥菜籽一样。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有这个比喻啊，说你的心眼很小。中国人说你鸡肚心肠，说是心眼小得像那个鸡的肚子似的。但是犹太人说啊，你这人心眼小，小得像个芥菜籽一样，就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芥菜籽的种子是最小的。但这个芥菜籽跟我们华人所说的芥菜籽啊，这个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华人所说的这个芥菜籽啊，长得也长不上大树，也长不上一棵树啊，最多长1-2英尺高左右这样一个芥菜，这样子的芥菜籽。但是犹太人他们的芥籽的话，却能长得很高。我去到以色列看到了一个芥菜树了啊，芥子长出来的那个芥树了，它高的呢大概有1层楼房那么高，但是它不粗，长得大概最粗的大概有这么一点粗，不是太粗，但是跟我们的中国的竹子似的，有点类似这样子啊，细细的高高的，长得这个样子。所以耶稣拿这个来做比喻，比喻天国。同时呢，耶稣又拿了一个比喻啊，这两个比喻是一个意思，都是讲天国。好在一个酵母，我们知道我们做馒头啊，北方人蒸馒头，我们知道中国人我们用酵母，加拿大不用酵母，他们用的是发酵粉，我们有酵母，然后呢放在面里边，然后拿上面佛呀或一大盆子的面，然后盖住它，放在暖和的地方，大概过个5-6个小时，有的过一晚上啊，这个面就发了，发的有的时候没弄好啊，就面太多了就流出来了。这叫做发酵，发酵之后呢，它蒸出来的馒头吃的是松软的。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酵母是很小的一块，结果让整个面它都发酵了。芥菜籽很小，结果长成参天大树，长成一棵树。耶稣的意思就是，天国啊，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很小，也就是招下了12个人。那么门徒当中有72人，听过他讲道理的人，也就是1-2万人吧。因为耶稣用5饼2鱼呢，5000人吃饱难眠，大概加上妇女儿童，再加上其他他讲道的时候，真正听过他讲道的，也就几万人而已。但是现在呢，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现在活着的20多亿啊。所以这就是天国。现在的福音首先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受逼迫之后到安提约基亚，然后再受逼迫的到罗马，在罗马里一直发展了300年。这300年怎么发展的？是在坟墓里发展的呀。当然罗马的坟墓跟我们中国人的坟墓不一样，我们华人的坟墓是开山门的底下就算了，犹太人的这个罗马人的坟墓呢，它跟我们的那个地道战一样，你看到地道战那个地道一样，就跟现在地铁里边有个走廊，挖那么一个走廊，这边是埋这个人的，这边埋这个人的，这边埋这个人的，这是罗马人的埋人的习惯。所以初期的教会呢，他们在哪里做弥撒，在哪里读圣经，在哪里聚会呢？就是在墓穴里面。然后到了后来，罗马盛嚣广扬，所以把福音从罗马开始传向整个欧洲、美洲、非洲、亚洲，这样不断传开。
天国现在有20多亿人信仰耶稣基督吧，世界的三分之一啊。所以天国它有那么弱小，慢慢的发扬光大。什么力量能使它这么样的发扬光大？我们看看哪一个宗教有我们信仰耶稣基督的人的宗教受这么多的迫害？世界上除了美国、加拿大，除了北美这一块之外，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逼迫过基督的教会，每一个地方都逼迫过基督的教会。但是为什么在这种逼迫下，基督的教会却能够如此迅速的增长，而且2000年来不单没有被消灭，多少人、多少掌权者想消灭基督的宗教、基督的教会而没有消灭，反而一个个被同化，一个个被福音感化，转化为信仰基督的人。为了福音，为了耶稣之命的人，从教会初期直到今天开始，大概有7000万人，2个加拿大国家的人口，为了基督，为了福音舍身之命。很多的人为了传扬福音，他们放弃家庭，放弃父母，离弃父母，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知道，中国到中国传教的利玛窦，从意大利走到中国，在那个时代那么遥远的地方，多少人舍家离弃亲人去传扬天主的国。所以我们知道，天主的国在这个世界上必要掌权，耶稣基督必要为王，他也已经是王。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仰基督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生活在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属于主的子民。我们有2个身份，一个身份是属于世界上国家的身份，另外一个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天国必会圣教广扬，必会把福音传到天涯海角。所以基督的福音的是有一个路线图的，首先在耶路撒冷，然后在犹大、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罗马，然后到传遍欧洲、非洲、美洲，传向亚洲，然后再让亚洲传向穆斯林，再由穆斯林传回以色列、耶路撒冷。这是基督福音的路线图。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福音的勇士，都要成为天国的开拓者，都要成为天国的宣讲者。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每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就是你看，现在听不缺我们的人心，我们的人心，天主心。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往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往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成圣祭，为赞美你、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求你接受我们这原来取自你恩赐的献礼，但愿这神圣的奥基来你圣主的推动，圣化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引导我们迈向永恒的福乐。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先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圣父，我们借着你钟爱之子耶稣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神得救。基督是你的圣言，你借着他创造了万有，并派遣他救赎了我们，他也受神降临，又从着你诞生，他奉行你的旨意，为你争取神圣的子民，受难时伸开双手以战胜死亡，宣誓复活。因此我们随同天使和诸位圣人歌颂你的光荣，同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灵体，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基，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的同时去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燃起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于天主之母同人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互相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尊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全然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是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拿不起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恭领了圣洁圣事，为永久纪念你圣子的苦难，恳切求你使你圣子以无限爱情所赏赐的
促成我们的得救。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弥撒礼成，感谢天主。